传咗个地波过嚟，谢拉特好快咁向前传，有机会突破，接咗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华拉提呢一下就话想试下传上去，嗱呢个波俾得唔系好够力啊，咁啊所以对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啦。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，矛咗啲，要罚啦。比列石，个波会去边度咧？基亚连尼一脚将波清走，哥斯达传去边线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比列石、谢拉特、莫迪力、莫迪力，呢球波救得靓啊！个波向前传，洛宾真系好波啊，俾佢捉晒路啊！谢拉特尝试传入去，传咗俾人哋，比列石。入球出现了，真系够晒冷静，攞得好准啊！系有时真系唔使谂咁多嘅，好似呢个波有机会咪射门咯，龙门边度救到啫？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你睇下啲球迷对呢球波嘅反应。哦，我听到啦，佢哋话想要多球啊！哥斯达为脚直线，企啱位，接得好好啊！维道。向前传出，哈萨特、洛宾是突破的好机会嚟噶，哥斯达传去侧影，呢个位试下落脚。无论是入定不入，我想球迷都很喜欢看到球员这样去突破个防线的。马迪是都不给你过啊，比列石，比列石传个高波，给点压力他，看看攞唔攞到个波先。后防踢得好好，完全不让他转身起脚射门。莫迪力，这球波过不了。卡华即，他们的防守真的没得弹啊。卡华即分边球证啊，话系角球，守门员单锤打出，哈萨特呢个直线靓啊，奥巴美扬。奥巴美扬传中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华拉提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！马塞路直接长传，个波而家喺夏萨特度，夏萨特好巧妙嘅传送啊！后除一摇，两队要争啲球波啦。马塞路、谢拉特起脚，呢球劲啊！不过龙门冇黑眼瞓啊，呢球波扑得好。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。俾个笼挡到啊！比列石
波。嗱，听到鸡声啦，上半场完，头四十五分钟啊几刺激啦。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嘅。嗱，上半场领先咧，前锋系英记一功嘅，不过我觉得中场都好有功劳啦。巴黎圣日耳门不可以开开心心咧结束上半场啦，而家领先1-0嘅。比赛嘅尾45分钟开始啦。巴黎圣日耳门在下半场开始嗰阵系领先嘅1球嘅。莫迪力向前传出，吓到个后防少少啫，不过后防都处理得好好啊。哎，呢次麻烦啦，系时候传啦喂。个波甩咗出嚟啦，坐迪艾巴，个波会去边呢？揾紧传波嘅机会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基亚连尼抢翻个波翻嚟啦，维杜，哇，简直就冚头埋墙一样啊！马塞路。迪亚高哥斯达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出界界外球啊，截得好啊！尼马喺左边突破得唔错啊！咦，控得几靓喎！起跳啦，哇，救得好啊！唔错唔错，有啲睇头啊！呢个时候仲讲咩阵式啊、战术啊，去啦！有机会射啊！呢球波真系犀利，完全冇得弹。乜嘢好得过入1球呢？答案就系入2球啦，当然。好完美嘅技巧啊！冇啦，龙门完全俾佢呃晒，根本上估唔到佢会点做嘅，俾佢笠死啦，唯有投降啦。起到腳啦，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呢一場波嘅結果可以話毫無疑問啦。班後防啊，根本上冇諗到中場咧係會咁樣甩拖嘅，所以完全冇預備對手咧咁樣反撲。巴黎聖日耳門遙遙領先3球，揾到目標啦，快速進攻啊，同龍門單對單，橫埋去射佢。黎巴、华拉提好快咁向前传，多斯达整脚直线，呢个波俾好些少嘅话咧，会系个好机会嚟噶。嗱，可能咧沟通系出现咗少少问题啦，有啲牛头唔搭马嘴啊。个波传向左翼，哈萨特跳起一顶，咦，个波出嚟啦，顶得麻麻地。哎，我的同行话斋超级大傻仔啊！我谂系讲佢啦。奥巴美扬差些少就得啦。呢位仁兄啊，不嬲都系好有自信啦，就快去到自大嗰只噶啦，肯定今日有料到啊！身形占优啊，截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试下呃埋去啦，华拉提，传波唔够准啊！尼玛，莫迪力向前传出，哈萨特，奥巴美扬，迪亚高哥斯达。向侧翼传球，差不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攞到个界外球，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，向住侧翼传出，
眾都好中意睇到啲球員夠勤力㗎。你睇前鋒由前場跑翻到自己後半場嗰度。全能足球就是咁噶啦，前锋就是球队的第一道防线。哇！啲人横睇掂睇都是犯规啊，罚球啦！比利时有个机会啊，可以入翻球噶。呢球波佢几有机会噶，尼玛弹翻出嚟，哇！咁都得啊！场边有动静喎，系啦，准备换人啦。埋门，洛宾回传，尼玛查马迪，喂射佢啦！咁大个龙门任拣，你竟然挞 Q？世界外球，俾啲压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。呢球波过唔到去啦。维道，马高华拉提，听到完场嘅鸡声啦！巴黎圣日耳门赢得非常之一面倒，展示晒自己强劲嘅实力啊！Kimman， 头先场波咧，你点睇啊？當然啦，我哋好多咧都會中意睇一啲好有創意嘅比賽啦，同埋咧係好多嘅射門啊、入波咁樣。但係其實好嘅防守都係一種藝術嚟嘅。好多謝 Kimman， 我哋祝各位晚安。